定点，哦，这服装，这服装是一会儿要演出用的啊。对对对对，这春闺梦里边的那个服装啊，叫靴子，这叫靴子，甩这啊，有它的名称。这是斗篷，这是《霸王别姬》里边的斗篷。嗯，今天演这个文姬归汉，文姬归汉也是一个娘娘吧，是吧？蔡文姬。对，他穿的这个，霸王别姬里边的，霸王别姬里边的那个戏，他也可以穿那个斗篷，是化完妆最后流程过来的，对，该上场了，对，换服装。这个是女曲界的醉衣醉裙，是红色的，女曲界玉堂春穿这个醉衣醉裙，这是。这一会儿也用吧，这用这我想想啊，这是不认识，我也不懂的，这个都是腰巾子啊，就是一般的那个丫鬟什么的这还系在这儿，腰巾子穿上去那个腰包和这个什么，这个丫鬟专门系的，这一会儿曲界里边有这也是最衣最裙，这是最裤，这都有讲究了。这是腰包，这是青衣里边的腰包，就是那个围着跟裙子似的。这是蟒，叫蟒，对，一般的做大官的这个穿的蟒，这是盔头，这盔头，对，这是玉带，玉带，这是。车的形状，推着车，这是马鞭，不认识。马鞭，假装有个马。对，这是马鞭。行，您都会，对，您都会。上场了吧？我先打马，他一会儿勒马，我不走了，勒着了马。您都玩得转，这一亮相，真棒。